我是新生小萝嬷嬷，今天呢，我们终于我们的美食计划要开始，要带大家去吃饭。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会进行小游戏，就我就是不相信大家的为人，我先把大家手机收起来，怕大家查答案。新的美食计划，美食共餐呐、啊，不是单纯吃美食而已，没那么简单，还要玩游戏。那我们游戏的话呢，每一集都会淘汰一个人，淘汰到最后的话，优胜的那一个可以获得3600的美食奖金。哇！3、4、5、6、7，7个人，所以等一下有一个人，我在分完队伍之后呢，他就自动淘汰了，他连吃都没得吃。先抽出来第一张是布丁。我们一定要赢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们两个要跑掉掉。真的，其实错了哟。我们是 QQ 的布丁吧。我们今天来到的呢，就是知名的米其林二星主厨林田耀在台湾开设的第二个品牌 Chop Chop Eatery。 我会上两道料理，那这两道料理在这细细品尝之后呢，就要去猜其中哪一道比较贵。是，然后很简单吧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牌子摆给大家了。好，来哦。 Chop Chop Eatery 呢，它就是一个新加坡的新南洋料理，那主要是发扬新加坡的街边小吃文化。是有来吃过的，就是忘记价钱了。忘记价钱，他们超夸张，超酷明白的，就问说那是杯的海南鸡饭啊，多少钱？而且还来过这边。海南鸡饭吗？原来有哦，哇，是吸引军团。他们来过之外，然后我们超酷明白大师前几天还有翻过这边的菜单。好、哦，可是他都忘记了。现在就是比谁的记忆，也不知道你们是真忘记还是假忘记，好不好？镜头哪边是主要的镜头？哎，中间是主机，对吗？我刚才都看错，我一直在看这一机。但是没错，你这一机，这一机也是可以。对，你们在对话都看鼻子，不对，要看镜头。要看镜头，很专业。会。一、二、三。这个是一份。哇。哇，这道龟白蜜的话，它是用糯米粉酥炸的小杯子，在当地算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娘惹料理。吃法的话，就是把六种配料都放到杯子里面，它建议你们一到两口把它吃掉。很瞎的一个东西，你说你很瞎，你自己吃。这道料理真的是瞎瞎叫哟。各种口感融合在一起，就是虾子的脆啊，花生啊，鱿鱼草啊，是各种不同的脆度。它算是口感比较浓郁的一道料理。旁边的咖喱酱呢，我们是用菠萝蜜咖喱，然后他们当地的吃法会在搭配上比较清爽的小黄瓜渣去去油解腻。天啊 ，cheese！Oh my god！ 蛮苦的，好好吃哦。有点难讲哪一个比较贵的，但都非常好吃，各种味道的融合在一起，因为它那个咖喱酱辣辣的，它里面又有 cheese 啊，甜甜的这样子。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吃南洋的咖喱，这么浓郁的口感，然后再搭配小黄瓜是有一点清爽，综合一下，我觉得还不错吃。好，才30秒。天哪！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虾子，可是另外一份又很大份。通常海鲜真的是比较贵。我们是觉得好像糯米杯的做工比较精致，而且它有鱼软跟虾，好像感觉在食材上面比较贵。而且鱿鱼炒应该也蛮麻烦的。反正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有吃到就好了。我也觉得。3、2、1，一起举起来。好。3、2、1。那一道可能有些咖喱，它比较像是一大锅，就是成本分摊。乱讲。啊，对，答案就是金杯国。
罗望子鲜虾。是用大虾，然后下去搭配上罗望子酱下去爆炒。它的酱料好香哦，马上扑鼻而来，香味的漩涡。哇，要把人卷进去了！天哪，我第一次吃到这口味的虾子，它那个酸酸甜甜酱超级提味的，而且你上次没有吃到，上次没有吃到啊？吗？我这么失忆啊！好做作，我每次认真吃的程度都像第一次哦。你要不要擦一下很忠实的酱？是，哦，好好吃，好做作。浮夸小沙爹，天哪！当地的沙爹都是做小小串，那我们 chef 就希望做一些比较特别不一样，让大家做分享。我职位比较高，我吃两块哦。好吧，没问题。猪肉很容易会熬到柴掉，对啊，但是它里面一样很多汁。请问一下，这个酱有单卖吗？可以给我来一罐。他等下会用个袋子装给你。那再给我一根吸管，我边走边数。对对对对，你太喜欢了。快讲。我觉得是烤串吧。我也觉得，因为它有三种肉啊。海鲜的那个酱是也是炒完就是淋上去就好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烤串比较费工。给 chef 一个 respect。再来一道。我觉得虾子。那你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应该是串烧，因为它烤成这样，它的功夫算成本的。虾子要会的话很快，完蛋。要煮的话很快。我再把我的人生赌在林中红一次。三、二、一。哎。好啊，第一趴真的是很紧张，到底林中红会不会被淘汰呢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是摸摸渣渣。绿色的部分我们是用斑斓叶的冰沙，上面我们搭配上椰子冰淇淋，吃的时候可以再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。我想要拿手机出来拍，我想炫耀。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冰有点让人家上瘾，层次很多，很丰富，很好吃哦。我们刚刚已经拿了。对，它是刚刚好。美露恐龙。哇！新加坡他们当地一个著名的饮料美露恐龙，把它变成甜点，是打卡热门美食吧？对，要用眼睛拍，不用眼睛拍。它眼睛是用金箔点的，从外面的酱到里面的冰淇淋，到最后的布朗尼，煮的程度是不太一样的。这是幸福甜点呗。我觉得是 A， 你觉得是 A？ 对，那些食材都不好弄，都要从国外进口。我觉得是 B 哎，很多种做法的巧克力，他看来说现做哎，直接见真章了。对，我们已经决定好了，没错。红旗举起来，来举报一次。我觉得真的是好同事。你们以为我只会上一道菜？没有那么简单。什么？两道菜一杯饮料。前总价。对，面考数学。刚刚那三题，我怀疑你们有串通。没有，没有，公平公正公开的。这一道的话是季节的水果，然后配上老油条豆包，是他们当地一个蛮有特色的街边小吃。好，待会儿会帮你们就是均匀的搅拌它。哇，天哪！大家是在吃咸酥鸡吗？好难形容，因为我没有味道很特别，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东西。搭油条跟搭豆包也太神奇了吧！大酸冻柠茶，把柠檬的元素用罗望子去做代替，偏酸带点苦味香。茶喝起来的话，里面还有阿萨姆，有冻跟柠檬，有阿萨姆茶，阿萨姆茶的味道。虽然有特殊的香气，对啊，不是一般的冻柠茶。下一道菜是。没那么简单。海鲜炒火条。哇！红肠酱这是我的最爱。那我们有搭配上大虾跟辣肠，然后下去做炒火条，还有一点点虾酱辣椒酱。虾酱哎，好喜欢哦！真的，虾酱虾酱。虾虾酱哟。不贵啊，太不贵了。而且它一点都不过咸呢，想要整个一直狂吃哎！它里面有加了一些碎蛋，然后还有一些花生，增加它的口感。虾还剥好壳，你写出你的。你觉得第一道那个甜点哪有甜点？妙啊！这个，然后这个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？好可怕！
什么时候有甜点呢、啊？价格的话就是没有算服务费后的价钱。三二一，同时先排了。好，决定好了哦。好紧张哦。真的没有在改的。1180/1160饮料的220元。是看总价，看总价。哎，那想知道沙拉还是果条呢？沙拉，你有偷看价格哦。380是他猜的，220是他猜的。对，我们的海鲜炒果条答案是420。还有站30分钟。好，我看。好了。那你们也在紧张什么？毕竟大家同事一场。里面三个你们都不想要他走，不想要他走。完全就是这样，该走的死不走。对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票哦。哦，我好紧张哦。现在第一张票呢是 AB。哦，第二张票呢是 QQ。我要先一人一票喽。哦。会不会第三张是富平？那就要延长赛喽。还有延长，还有延长。是 AB。啊！是我。谁要那就是你们。还有。他说一定要回家了。天哪！海南鸡蛋呢？他们这边有饭犬，是为什么 ？A 方便小朋友吃。B 是新加坡早期就是这样做 ，C 就是我们来他才这样做的。布丁 B， 哎对答对，耶！哎呀，这传统文化一定要发扬传统文化的，谁管小朋友跟我们台湾的？台湾人应该捏成饭团。对呀，乱讲。恭喜我们 Amy 过来的这边五位呢，活到大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到底呢，谁能吃到最后？超级挑战的一定是林中宏。好，拜拜，我们开始吃吧。谢谢，恰恰，谢谢。